快点，今天白金一，明天钻石。明天钻石，10天之内我要到大师，简直是轻轻松松，敢敢担当。韩服钻石这么好上？不是韩服钻石好上，是命。叶子，这个，我想想，你叶子 beautiful， wonderful。如果不点个赞，我把你裙子给你掀喽！今日は青のストライプか。打一把剑魔，剑魔是吧？剑魔，打把剑魔，我掏你。第三段扣咱不吃啊。一上来平 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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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这三段扣中间一定不能吃。这剑魔也太怂了，一个兵也不补，玩个锤子啊，大哥！你就眼看着我补兵，这人一看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没媳妇儿。我们家的小兵就好比他的老婆，他就只能看着我补兵，怂。我来了，你给我死！兵线呐，是真烂呐，这肯定不能回家啊，家肯定是不能回的，一他一下。平 A W 双 Q 平 A 平 A 平 A 呀，少 A 了一下。哎呀，他有闪啊，小心点。我们有小饼干，不着急，钻草丛。他没有骸骨镀层，没事啊。吃个小饼干加一速，扣闪打不着，没事，这说明这里边有眼儿。不过我们有红 buff， 我回血比你快。哎，我回血比你快。哎，我这么猛，哎呦，我这有点厉害呀、这有点厉害，兄弟们，这确实是有点狠。这是怎么操作的？这也太亏了。这是 QE， 生了，完了，差一级呀、哎呀，这兵线太难受了，刚才这波兵线，我靠。忍耐，我们突出一个忍字。都不要了，我不补了。我们家的小兵就好比他的老婆，这人一看，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没媳妇儿。哎呀！你给我死，该我了，哈哈，该我了。这样子吧，先来个死刑。20秒，叫人儿是吗？叫人是吗？行啊，哈哈，该我了，确实是上当了，叫人了，可恶啊，可恶的剑魔，这波我马上到，这波我马上到，能打，只要死一个，对面就全死了。扛住！
峡谷新风钻回去了。哎呦，这么恶心，为什么屁股钻回去了？我打你妹，馅儿还完了，馅儿还是往回推的。哎，没个打，太难受了这。这建模有点东西呀、啊，啊，这建模，不行，兄弟，建模确实挺厉害的，建模，完了，我们炸了。我们又活过来了，第一波跟他闪现杀我太伤了，第一波伤了以后差的级有点多，然后第二波这个位置拿阿卡丽拿到峡谷先锋我没拿着，完事线儿还是往对面推的，又亏一波，以导致我们巨亏无比，老亏了。随便给他一个，我要赶着去吃狗屎啊！没屎吃。难办呀！有个视野，不是闪现都不交，是我们交了也没有用，我就不交了吧。这建模确实挺厉害的。连招有点厉害，从第二波连招我就感觉到这个建模不太一般，打团吧，线上不能跟他打不了。好，这波把上路拆了，这怎么能打呢？投降肯定是不行，有点乱了。哎，又800，队友说我养了个大爹，建模还行吧？我给你摁摁 TAB， 你就知道谁是大爹了，清楚没？不过那阿卡丽出的推推味儿有个屁用啊！好的，上去，中路可以打，我马上到。来，阿卡丽，给我抠的，哎呀，抠的真是歪，这1000，这又1000，有佛爷哥，一切皆有可能，知道吗？先把中路线收了，然后小龙试一试。先给我杀龙去吗？我按着你大破坑埋了，完了，八抓扣了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勾引他呀！我在勾引他一波，我没想到他这个人直接啊我，你知道吧？他直接给我啊死了一个啊，虚虚有点高，哎，不过还行吧。小龙谁呢？小龙我们家4-5，还行，就是阿卡丽四杀了呗，又出现了一个新爹，是不是？没关系，那轮子妈是我们家下酒菜。就杀轮子吗？别人不杀。等一下，阿卡丽，你杀了我才会杀你的。
不杀轮子吗？这剑魔老脆了，漂亮漂亮漂亮，给我杀杀杀杀杀杀！大龙打不打？啊，不用，打不对，打不对，打不对。没事，也快打龙。来，是快撤，还撤不撤？不撤，不撤，不撤！我就一个阿卡丽，阿卡丽还。老蛤蟆，老蛤蟆往哪走？枪毙，吧，可以，呼一只发得，啊，呼一只发得 ，no 发得 ，no no money 发得，五 v 五 can win， 一会儿他们就心态爆炸，心态一爆炸，问题就不大了。哎呦，我要杀俺们家女警！呼一只就发得啊，呼一只发得，狙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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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狙！哎呀，剑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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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？剑魔还能跑了？跑不了，漂亮！一波，我们家这波少个人都打过了。这个剑魔确实挺厉害的，我说实话，这个剑魔有实力，兄弟，这应该是一个专攻剑魔的玩家，要么就是个职业选手，否则不会有这么猛的，确实挺猛的，打过我了呀，但是他要输了。好谈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这家伙。我疼杀！嘿，拿下！我都忘了我有钉了，我才想起来我有个钉。去，假猴，给你一个机会，给佛爷哥点个赞吧。这剑魔一看就是个狠人，我们瞅一眼这剑魔啊，就挺厉害的，看着吗？我就知道这剑魔指定不一般啊，这一看这剑魔就有东西，原来是个代师啊，原来是个代师，我说的嘛。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